Excuse me? You blew her self-confidence and make her afraid of English. It's even more unlikely that she will learn English well. Hey, 吃水果。田宝，我拄仔刚刚听你伫讲英文哦，哈？贾斯汀啊，哎呦，真多谢你这么宝贵的教学经验啊！我想讲无安尼啦，我甲阮查某囝哦，搁参详一下啦，啊，看包括迄个上课的时间，也是方法，阮看安怎啊，再搁甲你联络，好不？好，那我再等你的通知。相信之前都有讲过啦，讲想要请你做伊的老师。啊，不过我是想讲，你家己本身嘛是一个学生，我都无马上答应。也不过，你拄啊讲到一件代志，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啦。有当时啊，就无自信的，会去影响到伊的表现。所以我想，若是贾斯汀来教伊，效果应该袂真好。所以，你敢愿意帮助湘琪提升伊的英文能力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有你录取啊，我会当做湘琪英文家教。以后我就用有搁较侪时间甲天天斗阵啦。阿丽，这敢毋是我一直想要听个讲座的票？搁是第一排贵宾保留席呢。我是识一个人客啦，啊，我就提起伊都是医生伊给我的。就算讲阮校的教授哦，嘛特别对这么好的位置。听天宝安尼讲，高总经理认真无简单，才摕这张票。看起来这人情无歹行啊。既然有这么好的位置，那安尼我就会当甲湘琪迄张票先给伊的。安尼我袂欠伊人情。只要当对你好哦，我共讨这张票就价值啦。啊对啦。现在时间哦，嘛已经这么晚。时间未早，你若无，我送你去坐车啦。平常时啊，天宝拢会叫我留落来，那今日煞要送我去坐车。阿娇，多谢你。啊，你到厝的时阵，敲一通电话给我。嗯，好啦。湘琪，我要把去张演讲的票还给你。把票还我？是安怎？是我家己有摕着票啦。你嘛有票啊？是啦，是阿娇哦，辛苦帮我摕着的。天使姐姐对你足好的呢。所以啊，我若是甲票还好的，那呢咱就当做去听演讲，听了会当做会讨论。那呢你嘛免惊你妈妈会发现你无去，对不？咱两个人做伙，好，咱两个人做伙去听。我一定要知影为什么。伊对我的印象形容变到遐尼歹，佮亲身走来威哦。其实我一直咧怀疑，有人伫我背后咧冲干我。啊，哪有可能啦？你哪有即款的想法？但是你已经有甚物证据啊？我当然有，即马就差一个人替我作证啊！我相信赖尚就是一个人，一定会当给我一个我找足久的答案。你来等我的好消息。所谓那是跟赖尚见面，我去西人的地址，恐惊会白空。我会做真见面。所谓有行动啊，已经去云雾山要找赖尚。你即摆紧过去，千万唔通让伊见面。Hello， 你老婆？喂，老公。我头家临时叫我去山顶办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对遐个路无熟，我惊若是发生啥物意外是要安怎，所以你敢会当陪我去？啊，即马？你毋是讲这钱赚得足轻松的，啊，是安怎拢行几步步啊，搁袂到？你较细声的啦，咱是来军中的呢，啊，万一互人发现，安尼毋就白扛啊？发现着目标啊？等一下啊，就去甲伊问路。啊，我趁伊无注意的时阵啊，我就提醒。啊，伊目睭若看无，应该就会落山吼。那防狼喷雾剂。卡细声啦。啊，万不哩药哩喷着，啊看无，爬落山坎要安怎啦？这嘛不是我会当控制的啊。你那用防狼喷雾剂对付，
我会提早行动阻止你的事情。现在就等我哥把这事情不定就算来找我。真正少回就跟踪过妮娜，伊讲的证据敢袂就是妮娜？看来这才是主要目的，伊就是要调出妮娜，只要妮娜一出现，伊就会当找我才来，真会用的。我要赶紧捉住妮娜，别当回答就少回陷阱。